你们想不想知道，据说在一只活鸡的面前画一条直线，这只鸡瞬间就会不动，仿佛就像定住了一样。真有那么神奇吗？你们觉得它会不会被定住？反正我觉得吧，不太可能啊。那么为了验证这个视频的真假啊，我们肯定要变错了啊，再来一次。变一只活鸡啊，看一下我这个鸡可不可爱，帅不帅，美不美，你们猜它是公鸡还是母鸡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它面前画一条直线啊，看一下它会不会真的被定住啊。哎，你几天没吃饭了？你粉皮你都吃？来，看这里啊，不要动。哎，好像真的耶。啊？哎，接下来我们换红色的，别动。真的耶！你们看。真的是很乖乖的，哎，哎，不对不对，我还没夸你呢，你好歹演一下呀！你这只鸡啊，演员演的不到位啊！你想不想知道接下来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惩罚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抽什么抽？你上哪去？我跟你说，你完了啊！从来没有鸡上我这个床上过，你是唯一的鸡敢上我床上的鸡。接下来啊，不是起锅烧油啊，也不是把油锅里头啊，你这别多想啊！我只是突发奇想，想到了一个视频啊，就是之前啊，我看过一个视频啊，就是有几个傻子做过这样的实验，就是把一只生鸡啊，用手拍打135,400啊，据说就能把一只生鸡拍打成熟鸡。哎，不是我说你们，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？就这种事情你们也会相信？其实吧，不瞒你们说啊，我也想试一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试一下啊，拍打135,400，看一下我这只生鸡能不能变熟鸡啊！开始了。哎呦，真的被我拍熟了！哦，走走走，哇，哎，我这个手速绝对可以，兄弟们啊，拍的还挺烂啊！你看啥？你也想吃啊？你也想吃吗？哎，我不给，我不给你。禽兽，从来都知道。